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人确实经历过一个时期，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。我却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实验，将它造成聪明的。我却指引他正道，他或是感谢，或是辜负。我却为不信道者预备了许多铁链、铁圈和火狱。善人们必得引含有樟脑的纯泉。替真主的众仆所引的一道泉水，他们有它大量涌出。他们履行誓愿，并畏惧灾难仆降之。他们为喜爱真主而赈济平民、孤儿、俘虏。他们只为爱戴真主而赈济你们。我们不忘你们的报酬和感谢。我们的确畏惧从我们的主发出的严酷的一日。故真主将为他们抵御那日的灾难，并赏赐他们光华和快乐。他将因他们的坚忍而以乐园和丝绸报酬他们。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，不觉炎热也不觉严寒。乐园的阴影庇护着他们，乐园的果实他们容易采集，将有人在他们之间传递银盘和玻璃杯，晶莹如玻璃的银杯。他们预定每杯的容量，他们得用那些杯饮含有浆汁的纯泉，即乐园中有名的清快泉。许多长生不老的少年轮流着侍奉他们。当你看见那些少年的时候，你以为他们是些散漫的珍珠。当你看到那里的时候，你将看见恩泽的大国。他们将穿着绫罗绸缎的绿袍，他们将享受银镯的装饰，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他们，将对他们说，这却是你们的报酬，你们的劳计是有报酬的。我却将古兰经零星的降示你，故你应当忍受你的主的判决。你不要顺从他们中任何犯罪的人或顾恩的人。你应当朝夕纪念你的主的宗名。夜里，你应当以小部分时间去向他叩头，以大部分时间赞颂他。这等人的确喜好现世，而忽视未来严重的仪式。我创造了他们，并使他们的体格坚实。如果我抑郁，我将以他们一样的人代替他们。这却是教诲。谁愿意觉悟，谁可以选择一条通达他的主的道路。唯真主抑郁外，你们绝不抑郁。真主是全知的，却是至睿的。他使他所抑郁的人遇在他的恩泽中，至于不义的人们，他已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刑罚。